男儿有泪不轻弹，只因未到伤心处啊！来，你闺女来了，哟，狼哥真哭了，哎呦呦，别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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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还会再见的，你闺女来了，啊，干，你干闺女来了。这个昆仑山口为什么风这么大呀？为什么？那是给老丈人找打帐篷的地方，这个地方一点风没有。这是变风向了吗？应该是变风向了。这风也太大了吧，然后连人一块吹跑了都。那这个吹的，你看一下，这还扔碎吗？我想知道这架子结不结实。我也在想，连风声都没有拉，这扔碎吗？前面的服务区只能加油，没有吃的，没有喝了，不能下，帐篷都没有地方搭。全程高速，如果说到兰州的话，也有1000多公里。我在想这1000公里咋整？本来计划是看狼哥能不能帮我们，就是烧一段，把我们行李驮着往前跑。我们今天能跑个500公里，但是回头一想，就算我们不带行李，估计我们也跑不了那么多。所以安全第一，想想想了一晚上，还是算了，就是我们自己带着行李慢慢往前走，走哪算哪吧，到时候遇到啥情况再说，遇到困难解决困难，因为现在不知道中间会出现什么问题，会发生什么事情，会遇到什么困难，所以想也没有用，就往前走吧。这个人跑过高速，但是跑的不多，我们是一次高速都没有跑过，然后这次我们三个人跑高速。高速我都不害怕，我就害怕是陈警察。那就啥都别怕，没啥事，高速很安全的。今天早上吃完早饭，中午的话就随便吃一点干粮，晚上直接再吃饭吧，只能这么安排了。好啊，昨天晚上睡觉冷不冷？也热啊，这边晚上都有差不多有几只有几度了，虽然说不到零下，然后我妹还说她热，得亏这个睡袋呀，黑冰的睡袋，要不是这能抵抗零下20几度的睡袋，我告诉你，我跟我妹两个这次要冻惨了。这次旅行，你知道从哪儿上吗？本来还说吃完饭我们一起上高速，牛肉说他先走，不抱抱老头。哎，老头非要倔着上高速，说要是在这边跟他多待2天，他还不愿意。拜拜。慢点啊，牛叔。然后我们后面我们就变成自己一个人了，不动摇了，我不进去。哎呦喂，等一下，我们都走哎，你一个人在这，你多哭几次啊，然。多哭几次，你不哭给你打哭。没有对人走，干嘛要哭？给你打哭。没有，这还是打一下。啊，牛叔刚走，牛叔走了。嗯，牛叔走了。啊，嗯，哎呀，不要哭，咱们还能见呢。你这又哭了，又哭了。我等一下，我走，你哭不哭啊？我走，你哭不哭啊，老乡？哎呀，又哭了。哎呦喂，狼哥也哭了。哎呦喂，狼哥也哭了。哎呦，狼哥也哭了。男儿有泪不轻弹，只因未到伤心处啊！来，你闺女来了，哟，狼哥真哭了，哎呦呦，别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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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还会再见的，你闺女来了，啊，干，你干闺女来了，天啊！他怎么在哭？他怎么爹？天啊！狼爹嘛？哎，怎么？爹呀，你别走啊！啊，狼哥，下车呀！哇，哎，不安全，爹。我这车打不着了。哎，好了，别走了，别走了，别走了，车打不着，哎，别流眼泪，流的我都想哭了。哎呀，你们怎么都在哭啊？别哭了，哭完我也想哭了，都在抹眼泪。你非得把我也惹哭，你们这帮人真的是。我们还会再见的。好嘞，走平安。走了，狼哥。拜拜。再见。我会想你们的，我一定会想你的。我也会想你呢。哎呀，你们这些人啊，你们为什么都哭嘛？惹得我都想掉眼泪了。哎，都走了。走了，我也走了。老小，你别哭了。等一下我走，你还得哭。对，哦，你们别哭，真别哭，哭了。不是为了你，我是为了二舅。真别哭，等一下哭了我都想流眼泪了，真别哭。好了，我们的行李已经绑好了，今天晚上这两天的菜，还有泡面、早饭，还有2块腊肉，这2块腊肉可以拿回荷兰过年了，绑在这里。然后我妹的行李已经好了，安然的话，她要在这里再等几天，所以的话我们就走了。
啊啊啊！你好有劲儿啊！啊，我也好有劲儿。我们走了，真的走了。别哭，一定要哭了，我也不能擦眼泪。牛叔，来抱一下来。老牛叔，走啦，老姐，别哭了啊！到时候有时间去芝麻店找你玩。嗯。路上注意安全啊！主要是满月他骑车不太稳，别走那么快，然后等着他们，让他们等着你。没事，你在中间。我在中间，老张在我后面跟着。啊，对。水够。别跑那么快。不够，我手机要关机了，我要去赶紧充电了。去吧，我走了。一定注意安全啊！啊，没有，老张。哎呀，好。我在玩中了，明儿就在玩中，我就回去看你了。拜拜。没事。走。赶得太快了。他赶那么长，我想你听那边。哎呀，太困了，只能把车停在这个服务区停车区的旁边休息一下，睡了十来分钟。我们现在离东安县服务区还有130公里，然后一口气跑到去加个油。今天看哪里有地方合适扎营，扎个营吧。我们的盐也忘记拿了，刀也没有，刀都还无所谓，没有盐，没有水，所以我们找一个有水的地方，然后找过路的大货车司机要点盐。别人没办法，不然今天晚上只能吃泡面了。穿衣服走吧，走，往前走。然后中间不停车了，130公里直接到服务区啊！坚持坚持啊！去服务区再看一下，好不好？